由甜心、卜学亮、金世杰等出演的舞台剧《步步惊校》即将在台北开演。即使是中秋节，众人也不得休息。19日下午进行最后彩排，金钟视后甜心在剧中一人分饰三角，饰演的女特务，一身黑色打扮，相当的时髦性感。甜心的良家妇女形象也是相当可人，连金世杰都忍不住现场强吻甜心。刚才你们俩那一幕应该是借位吧，对不对？什么？真亲啊？怎么会？你没有录音进去哦。可惜啊，可惜。是真的，真的是有没有？对，真的亲。当然要真的亲啊！对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场戏，情不自禁，对。甜心与绯闻男友杨一展虽然一直都对恋情三缄其口，不过从不少迹象还是能看出两人恋情的甜蜜。此次舞台剧演出，不知道甜心会不会邀请杨一展前来观看呢？其实我有跟他打电话，跟他说希望有空的话自己买票来看，支持是应该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支持我们这样。看来两人的恋情是逐渐明朗的节奏啊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